我先听这里，我们刚刚做的非常好，我们配合做的很好，防守强度也有，要继续保持。可是记得一件事，得分才会赢球，知道吗？来，韩生。不用，就站在那边就好。是这个对不对？不要站过来，要拉开。你要什么地方？站开！防守压迫一点，靖凯你们要前面一点，后卫线，后卫线拉前面一点，后卫线拉前面一点，压迫一个一个上，谁要上？谁要帮忙？有啊，你没有上啊，海杰。那个谁，靖凯，你要意识一下有没有人要帮忙你，不然自己乱冲这样接不到球。接球，球先拿好，球保护好。接球，拉开，球传大力一点。怎么会传给李绿成？不行，往前踢啊！过头了，过头了。雷鸣过头，看一下，绿城不行就把它清掉，安全一点，低一点，低一点呐、啊，绿城知道吗？不行就把它踢掉，我们再从防守做起就好了，不要在后场失误，传了球要跑，不要停在原地，好球进来，冷丁人，冷丁人。让球出去，让球出去，好球一响 ，Go， 一对一，强度拿出来，防守帮忙啊，王义强，接球拉开，靖凯，我刚刚一直在跟你讲，叫靖凯，他准备好了吗？他准备好意识到他接球了吗？就是。哎，要把握啊，不然你就危险了。位置站好，快点！海杰要准备哦，海杰，等下有机会叫他们拉开，你一对一啊，不行就一对一啊，有机会就一对一，拿到球射射看，你近一点再射，你近一点再射，他线里面就可以射门了，对，射高了。低一点，低一点，转身做一个配合，撞墙可不可以？帮忙接球，转身，转身，球给好，再来，压迫，一响压压，中了中了，一响你的，哇，一响啊，点在哪？王一响，不是踢人家脚看球，去踢球的点，比他快一步就碰得到球了，那脚就一吐就进了。韩杰，一翔来，韩杰上，快点。右边。对。哎，那个地方你就这样脚尖一吐就进了，知道？你比快的，不是比谁要去卡位置，那个角度是比谁先拿到球，谁碰到球谁就赢了。Go go， 压迫压迫 ，Go， 给，好球，韩杰看里面。再来，把握。后面怎么回？球给好，中间，对，很好，哇！压迫，压迫，绿城，压迫，压，再压，不行，再回，拉开，拉开，接球，中间撞墙可不可以？不要在后面带球啊！撞墙哎，接球，接一个撞墙，撞墙，再给中间，好球，雷明你的 ，Go Go Go Go。可不可以放？周海杰太潇洒了，好不好？球先拿好，推进去可以射。那个杨明那时候跟我讲说，他想要挡那个，就是我挡守门，然后他直接勾。可以啊，可以啊。很难的。有啊，你们边后卫的要注意一下撞墙，总是要做撞墙，冷静一点，冷静一点。雷鸣去发，雷鸣，海杰，海杰在外面，抓那谁，杨明进去，杨明进去，绿城进去，
掉中间里面，掉勾起来，飞起来，勾起来也可以，勾起来也可以，勾啊！角球，雷鸣用勾的，勾中间去顶，绿城，绿城从后面跑进去，从后面跑进去，勾进去就好，对，勾。直接撞墙，压迫，拦截，谁的？谁要上？不要乱踢啊！帮忙，给，再来，来不？我们的，我们的，我们的，做交叉，交叉直线的，做交叉，交叉直线的 ，Go， Go， 直线丢。压压，我们的右恩来，右恩，右恩发，往前面压，绿城拉开，杨明，杨明叫一脚回给你，杨明一脚回，球丢好，你要丢哪里？拉开，绿城拉开，一脚一脚，再给，接再拉，再拉开啊 ，Go Go 绿城。啊，把握啊，哇，得不了分。全号来，全号，跑马快点，动作快一点。等一下换海杰。啊，我来。啊，不，不是、啊，都是我，那个佑恩的、啊。全，其他人要帮忙啊。接球。右恩，不要换右恩。杨明 go， 直线可不可以？往直线走啊！拉开，帮忙接，帮忙。中间可不可以 ？OK， 再来，还有，再来。雷明，看一下。太乱了，把球控下来，稳定一点啊！走 ，Go， 接球，海杰。哎，要打球，我不会输，再来。打球，我不会输的，再来。控制球权。Go Go Go， 帮忙，全部人都帮忙！来，压迫 ，Go Go Go， 海杰 Go， 头抬起来，头抬起来，再来压迫，再来压迫，接球接球，杨明有机会试试看，直线可不可以？直线可不可以？对，直线好球，先把球保护好，拿进去，好球，杨明，怎么又往中间了？把握啊！韩杰，低一点，低一点，帮忙！前面可不可以放？前面可不可以放？杨敏，那低效，拉开，拉开，转身，早一点给。杨敏没力。中间，中间，海杰够，自己来，自己来，加速啊！干嘛给？那个最后一，你们最后一步，海杰最后一步的判断错了，那个不用给啊，自己来啊，都在门前了。有人来，选好上。哎、欸，你有看到海杰怎么带球啊？你要像他这样啊，乱踢啊！有没有人要跑？意识到一下，海杰来，
休息一下，我等一下再给你上去哦。你去喝一口水，我等一下上去你就拿到球就带，拿到球就带球，有机会就传，没机会就给我自己带，有没机会都自己带。我要得分啊，磊明，我要得分，得不了分什么都不是啊。拦截，守门员的，杨明，其他人位置站好，其他人的位置，进凯，宣浩站在那边，宣浩，中场线那边，对，进凯在前面一点，不用理他，前面一点就好了，他钓得到啊。上进球，上进球，杨浩不要等，对，再来，上进球。是不是杨明没有力？杨明，你们两个沟通啊！压迫，我要压迫。高磊明，我要得分才有办法赢球，听到没有？不然我做再多配合都没有用。直线封起来就好了，路线卡的，不要掉了，旁边给就好，旁边给。他压迫在旁边给，他压压就掉，压就掉，压就掉，没压就不要掉。蓝姐，你的一响球拿好 ，Go Go 绿闪 Go。雷明看前面，太急了，太远了，压迫，低一点，低一点，宣浩，好球，宣浩 ，Go Go。Go Go 加速二杆拿进去啊！哎，还可以再拿进去，为什么在外面呢？拿进去啊，拿进去不是更好？你会更简单的可以处理好球。太急了，压迫，史龙一压迫，你得不了分，怎么可能？得分啊！帮忙快点，节奏要快一点喽。等一下有机会我就自己带，没机会就要冲球。对，再一分钟。对，再一分钟，再一分钟。来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然后，给旁边可不可以给？短的还是外面？对，很好。啊，哇，哇，今天没有拜拜啊！踢得很好，可是得不了分啊！我要得分。选好，把球拿好，不要紧张，看看敌人在哪，队友在哪里。球赶快给，赶快给，提早。教练要到我。对，差不多，要最后一分钟，快换了，等下上去我就去射了，知道吗？接球，帮忙接球。对，拉回来，箭头拉回来，帮忙再接，再给其他人接球。郑阳敏，位置开了。开了，开了，不要在后面带球。开了 ，Go Go， 拿得到。压，好球，宣浩再来，压回来。两分。一翔来，一翔快点，王一翔。立成，你要换那个谁，宣浩。对，你要换宣浩。对，你换靖凯。踢出去就好，踢出去就好，踢出去就好。靖凯下来，靖凯跟宣浩，快点跑步。前面，前面。要紧，往前，不对。谁谁谁没有人啊 ？Go Go， 太远了啦，高磊明，磊明，冷静下来，判断你思考好再射，你觉得那个有威胁再射门，没有威胁就不要乱起脚，防守要压迫，防守要压迫一点，前面一点，冷丁人，冷丁人，丁人。压迫路线，路线传了 ，Go 来，没 Go。
很不了分。这配合做得非常好啊，可是我们得不了分，我们就没办法赢球。赶快！谁要给谁啊？一脚前面，往前面，还接力的，还接压迫，压他，再来，立闪压迫，还接够，还接，再来，再来，还接，压压压压，雷鸣好球，再来压迫，压迫，球先拿好，球先拿好，防守做好，直线，直线。杨明跟那个谁还接直线，看一下，传一下，传一下，直线往直线就可以，直线，直线啊，对啊，就哇，海杰你去发，海杰你去发，其他的位置转过去，转过去拉开，直线，卡这里，卡这里，对，过，来不，我们的我们的，再海杰，海杰再丢，杨明跟雷明做交叉，前后的，不要走直线，走中间的交叉。中间的交叉，对，接磊明可不可以一脚球给啊，脚抬起来了，球给他们，球给他们 slowing 压迫 slowing 人盯人，人盯人压迫，快盯人压迫，盯这个就好了，拦截好球，快再来，好你的进来，来跟进来，快压迫再来，好进场我的配合，雷鸣要把握一颗是吧？把握一颗，直线直线过了，过了过头了，压迫再来 ，go go go， 早点给早点给，好球，好球好球，好球。雷鸣干嘛？雷鸣。雷鸣坐下，雷鸣坐下，坐下。你干嘛？踩到，踩到。那你先下来，下。音响。休息，去喝水。没有没有，你也是，两个两个，对你们两个。对。立成。换靖凯，靖凯上。轩浩，你要准备哦！轩浩，你要准备哦！还有，防守一样要说中间，正常的防守，正常的防守，中间，中间没有人。王一翔，你要先上，你是箭头。王一翔，你要先上去，你是箭头。你跟周海杰要先上。直线可不可以？直线丢就好了。杨敏，够。对，出去就好。一翔，你的，一翔，帮忙接。够，够，还接够。二杆可不可以？太远了啦！就说不要这样子转，这样转怎么会？哎，雷鸣，你跟雷鸣，你们最，你们都喜欢这样子转射门。你这样，你。这样子怎么射门？杨明，你这样子没办法射门啊，知道吗？来，来，来，我要让杨明休息一下。杨明，对。再调，再调，再调，我再调。再来，我先。然后往前，然后往前压迫。准备，雷鸣，雷鸣，我要你打后面，来，雷鸣，我要你打后面，防守做好就好，你，好，
你不要，你不要换阳明，多跟绿城换位置。Go， 阿杰 Go， 裁判换人，阳明，阳明来，阳明快点休息一下，已经没力了。绿城去中间，绿城打中场，雷鸣去打后面，靖凯在中间，雷鸣左边，雷鸣你的右边，守边的，休息一下，你把自己搞得太累了。其实你拿到球，很干脆的把球分出去就好了，该带的时候可能两三颗带一颗就好。雷鸣掉，雷鸣。雷鸣跟靖凯谁掉比较远啊？掉靖凯掉，掉靖凯比较远。好，雷鸣掉。异翔太深了，回来一点。Go， 大力往，大力叫。Go Go Go， 后面留一个右岸，右岸后面留一个，帮忙接球。接球，接球，对，好球 ，Go， 海杰 Go， 可不可以射？绿城再给，再接，撞墙可不可以？撞墙，海杰跑掉了。接球，好球，海杰你的。后面再回叫，后面再回叫。好久，那个谁，立成来一下。阳明好了吗？等一下换了，等一下你要换那个绿城，我让绿城休息一下。绿城来，绿城打中场，一样打中场。哥，休息一下。继续啊！不要转，不要转，支援他，支援一脚。接球！不要动球！不要支援他！帮忙，雷鸣，你们要帮忙！雷鸣帮忙！再来，好球，雷鸣！先后来。立成，立成先好了。等一下还有一场，去吧，过去，都过去。谁好？分了，分了，一个，谢谢教练。好球，好球。